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回温，乌都的分子准备要活动，趁解封要来翻案。不过警方是抢一步先大扫乌。台北市中山分局昨分21个线路大扫乌，目标是锁定最近因为酒店的利益一直在闹代志的德仁邦的名人会。总会长方提报到治病的对象，另外有15个人怂恿组织犯罪来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廿七新廿王五号帅帅德仁邦名人会副会长无便衣行径控制条例，两个细汉的刘小碧压制伫个涂骹，警方兵分21路大扫乌掠16个人。都是你带头在偷袭的吗？28岁吴兴同是德仁邦认同名人会台北总会长，后壁两个是副会长，以及干部拢依照组织犯罪恐吓处罚，妨碍自由上班。去年一月，酒店的经纪公司为了抢小姐，将人亚洲国共拍。九月份为了讨笑亚洲集团的员工，十二月阁动手共报复。搜索是总共查获毒品咖啡包29包，镁锭57片哦。警方经过长期搜证，结合犯罪事实，将抢手的帮派分子拢总甲抓起来。